大家好，出茶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周末五大联赛好戏不断，德甲方面就喺星期日凌晨1点半就有多蒙特对拜仁慕尼黑。咁以下会为大家送上相关嘅精选数据。讲翻卡尼啦，佢嘅表现简直系冠绝五大联赛。佢喺面对达斯泰迪嘅比赛当中上演帽子戏法，呢位英格兰前锋已经成为今季五大联赛首位贡献10球以上嘅球员。并且能够交出5次助攻。以上轮德甲，拜仁队史上第一次喺下半场攻入8球，呢个系拜仁慕尼黑成为德甲历史上第一支前9轮就能够攻入34球嘅球队。而拜仁球员金美治方面，上轮开波冇耐就攞红牌被罚离场，呢个系金美治生涯第496场各项赛事里边啦，首次被直接判罚红牌离场。至于两队交锋往绩方面，多蒙特过去10次面对拜仁慕尼黑是和1场输9场，期间球队被攻入至少2球的场次是多达9场。最后讲一讲战果预测，预计多蒙特会1-3不敌拜仁慕尼黑。喜欢这条片的话呢，就记得给 like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